各位公司的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是2011年的一月啊，刚开始啊，那这是我们今年试的第一款车，就是纳智捷的 MPV 啊。那这台车我们曾经已经报道过它的新车试驾，那今天主要的重点就是要做一个购车分析，还有补一些就是很多网友要求我们做 B 柱之后的一个乘坐空间品质。好，那在这边先跟大家说一下新年快乐。好，那顺便跟大家提醒，就是因为嘉伟还在感冒，所以可能会有些鼻音啊，大家要忍耐一下。那在介绍车辆之前呢，先跟大家讲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Luxgen 它也涨价了，因为毕竟它像变速箱，它是从日本来的，所以它很多零件还是来自日本，那日币一直不断的升值啊，造成纳智捷它也做了一个车价的调整。好，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它的售价编程，它目前有五个等级，在 MPV 的部分，它的售价从82万到109万，所以代表就是80万以下的纳智捷 MPV 已经没有了。好，那现在最入门的版本是82万，最顶级版本是109万，我们今天试驾是109万的版本。Luxgen MPV 在外观上呢，这五个等级它在外观上的差异其实并没有非常大。比较我们肉眼看得到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头灯 HID 的部分，在比较入门的两个版本它并没有 HID， 是传统卤素大灯。除此之外，比较高规格三个版本都有 HID， 可是如果你要有 HID 又有 AFS， 一定要买到最高规格的两个版本才有 HID 加 AFS。 第二个部分就是轮圈的部分呢，入门的两个版本就是只要没有 HID， 它的轮圈配置是16寸，有 HID 它轮圈配置就17寸，你用这样来分辨就很好分辨。第三个部分就是天窗的部分只有最入门的版本没有，其他的话另外四个等级都有天窗这样的配备。第四个部分就是电动侧滑门的部分呢，只要没有天窗就没有电动侧滑门，所以最入门的版本就是没有天窗也没有电动侧滑门，它就是手动的侧滑门。除此之外，其他另外四个等级就是有天窗也有电动侧滑门。至于差异比较大的就是内装配备，我们先讲主被动安全。在被动安全的部分，全车系五个等级都是双气囊的配置啊，它不像 SUV 是有6气囊，可是在纳智捷 MPV 呢，全车系都是双气囊。第二个部分就是主动安全，主动安全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AFS 之外呢，在内装的部分，三合一刹车它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可是循迹系统就是 TCS 呢，一定要在比较高规格的两个等级才有 TCS 这样的配备，其他比较低的三个等级它并没有 TCS 这个主动安全配备，它等于是跟 AFS 走的，就是只要你有看到有 HID 加 AFS， 它就有穿胸扛错这样的功能。那当然在纳智捷不管是 MPV 或 SUV， 它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卖点就是它前瞻科技，就是 Think Plus 这个部分，其实你把它想象成就是最入门的版本它只有一个倒车 CCD， 那第二个规格的版本呢，除了倒车 CCD 之外，还多了一个360度的 Eagle View 和 Side View， 就是打方向灯的时候呢，侧面这两个镜头它会显示。第三和第四个部分呢，就是 3.5G 的车型呢，它就是还多了一个车道偏移系统。最后最高规格这个等级，就是刚刚嘉伟有讲的这些所有的配备之外，另外还多了一个夜视功能。它用这五个等级来做一个区分，不过基本上它在中控台这个地方都有一个10.2寸的一个萤幕。那在一些比较奢华的配备，双区的恒温空调是全车系的一个标准配备，包括后方的一个恒温空调也是全车系都是标准配备。另外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就是画面中间，甚至包括第三排座椅两侧的，不管是 AV 端子啊，或是110伏特的一个电源供应呢，也是全车系都有一个标准配备。所以一些基本配备来说，其实五个等级它们配备差异并没有很大，主要差异就是在一些比较奢华的配备，还有一些主被动安全的差异。座椅的部分，入门的两个版本都没有电动调整的座椅，比较高规格的三个版本除了电动调整座椅之外，还有电动按摩椅加上驾驶座的记忆调整的一个装置。方向盘上面的一些快播键呢，也是在最入门的版本没有这样的配备之外，其他四个等级都有这样的配备。所以纳智捷 MPV 来说，它五个等级的售价，它前后的差异大概是在27万左右，可是它细分的项目非常的细哦，所以消费者你在试车的时候呢，你应该是要针对你觉得什么配备是你一定要有的啊，比如说你轮圈一定要17寸，你一定要有天窗，你一定要 HID 加 FS， 那你一定要买最顶级哦，或者是你觉得说这些东西你可以去外面做升级，甚至天窗你并没有很需要，你要的是它一些 Think Plus 的内装配备呢，
那你就可能要跟业代去询问，就是你到底适合哪一个等级，因为它配备太多了，加上因为这台车因为它是属于一台智慧车，所以它的配备非常的丰富，不见得每个配备你都用得到，可是它每个配备呢却有它独到的功能，就看你一般的，譬如说你一般的代步的需求到底是适合哪一个版本，这样来做选购会比较好，否则你可能买到最高规格，可是有些配备你根本用不到，其实那也是浪费。接着我们打开它的后尾门，第一个就是不管任何等级它都没有电动尾门，在后尾门开启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三排座椅，这是 MPV 它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重点，也是它的卖点啊。那以纳智捷来说呢，它也是目前在台湾汽车市场贩售的国产车型唯一具备三排标准座椅的啊。一般的 MPV 或是号称 MPV 的车型呢，第三排座椅几乎有跟没有一样，就是你坐大人很痛苦，坐小孩也不舒服。可是以纳智捷 MPV 来说，我们上次并没有做到这样的一个丈量，今天嘉伟把我的驾驶座姿调到我正常的位置呢，第二排座椅它的前后滑移的幅度非常的大，所以你可以让你的膝部从一个拳头到三个拳头以上，有这样的非常大的一个range距可以做调整。那如果说你第二排座椅坐的是像嘉伟这样的身材，我只要把我的座椅膝部空间调整到大概两个拳头，坐到后座呢，第三排座椅的膝部空间大概我还有一个拳头，那后面的乘坐品质虽然并没有办法跟第二排做比较，可是它第三排座椅呢，它的空间表现其实还不错。比较差的一点就是它的椅背，因为毕竟椅背它要做一个很好的收纳了，所以它椅背的高度并没有很高，必须靠这个调整非常广的一个头枕来稍微撑住你的头部，所以你的头部到你的肩部这个地方是空心的，坐起来会稍微有点不舒服，因为它并没有支撑。除此之外，其实它的整个空间表现，甚至第三排座椅上方都还有一个冷暖气的一个出风口，另外还包括就是音源啊，还有就是灯光的一个调整，第三排座椅都是独立的。主要第三排座椅就是卡在，就是因为它要便于收纳，所以它第三排座椅的椅背是不可以调整的，椅垫的宽度也比较窄一点，所以你的大腿支撑呢，还有背部支撑会比较差一点。那这个座椅的收纳呢，透过后方这边有标示的一二三三条线，你只要拉了这三个绳索，就可以很轻松的把椅子设定好，还有归位，还有甚至包括收纳，都可以透过这三个绳索，旁边有这个很简单的说明。虽然今天是购车分析，不过我们还是花了一天时间进行试驾，所以当然嘉伟还是有一些试驾心得。其实 MPV 我们已经试驾过很多次了，那这一次试驾呢，我还是很喜欢 MPV 它底盘的设定，我比较不喜欢 SUV 的，因为 SUV 的设定太运动化了，可是 MPV 它的设定就是软硬适中，而且 Q 度表现非常好，尤其是后悬吊的部分，只要你前后的胎压能够按照原厂的指示，嘉伟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大概前面的胎压可以达到35到36左右，后面大概33，不管你是坐在第二排或第三排座椅，不会有非常弹跳或是非常软的那种悬吊感觉。第二个部分就是它的引擎的出力的表现没有问题，可是引擎的噪音在防火墙隔音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有加强的地方。这台车已经行驶了10000多公里，可以感受得出来，它就是它引擎稍微有点吵，加上涡轮增压车应该会有的就是泄压的声音，在纳智捷 MPV 上面听的是非常的清楚。有些人可能不在意这个，因为毕竟这是涡轮增压引擎的一个特性。可是我相信，对于一些比较保守的消费者来说，可能会对于这个噪音有点不耐烦啊，因为它那个啾啾啾，尤其是在收油门的时候，会有一个啾啾啾的泄压的声音，这个声音听久了，可能你会不舒服啊。除此之外，我觉得 MPV 它整个车辆的成熟度、空间，还有一些我们从第一次介绍这台车的时候就讲过，就是它的一些前瞻科技，这些部分呢，确实以它的车价来说，显得非常的超值。你要买到这样的配备，如果你买的是进口车，你可能要花 double 以上的价钱才有这样的配备，你只要花100万台币左右就可以享有这么多高科技的配备，加上这么便利的空间。好，那以我来选的话，假设今天我要选 MPV， 我会选倒数第二个等级，就是106万，因为我不太需要夜视功能，可是我要 AFS， 我要它 SIM Plus 大部分的功能，可是我并不要夜视功能，所以我会选择106万。这样子的话，
不管是外观、内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动安全，因为106万和109万才有 TCS， 另外三个比较入门等级是没有的，就是主被动安全它很完备啊 ，Sync Plus 又可以完全90%以上的享有它几乎90%完整的科技，再来就是外观内装又跟最顶级的版本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要我来选，我觉得106万是最超值也是最标准的一个选择。OK，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就到这边，主要的重点就是购车分析，还有补足上次我们介绍 MPV 并没有拍到的，就是 B 柱之后的一个空间机能。我们下次再见。